第五十五届广播金钟奖，今年是公布的金评名单。今年二十六届中风动作客家相关的节目，韩国主持人总共就入围的五项的大奖，表现是同当年，但重点在未完善的旧年十九建议来揭晓。教育文化节目奖入围的有《燕子飞过台山县》。打开名单，一个一个重名，今年该公布金钟，客家公布人的声望高受到肯定。客串非直播的客家妹妹打卡，都来欣赏我节目。老主持人张红都有入围，那位人呢？背过台山县，客家自家来做客，每都入围台奖。新年忙到今年的客串非选择讲客天台的业务高效，是入围时候甚至受到肯定。节目中听到很多的客家语节目。刚开始我有一点鸭子听打雷，我不知道是这样。后来呢，他们有也为我们考虑，他们在里面有讲国语在里面，听了简直是很辛苦，但是呢，却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安排好，应该会变得更好。啊，这种语言的问题没问题。啊，所以你放些一种客家话来，少加些客家文化，唔系参加啲金钟嘅门槛，唔系安那门槛啦，啊，你是冇问题的事情。我相信未来会很好啦。客家广播界的老品牌报道客家天台，用客家讲重要一位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。节目主持人此之准已经是天台一位，未感谢平时本地的鼓励。呢一下挨家系做呢个广客天台推广，吓还要从一个基金会做建立，所以呢冇想到嗰只挨家一位节目系报道客家天台桥演做嘅节目，所以包含广客天台时间。还有该一家是五家客家的节目入围。今年广播金钟总报名件数总共有795件，最尾选出了125件的作品来竞争26个奖。客家广播作品总共入围了5项大奖，不但抢超了5年的限制，每本刊下多年谈到推翻多年为你老文化。客家新闻林伯俊，前面记者台北报道。